下，长老密令，最近您频繁动用医术，恐怕会暴露行踪，引起动荡，限制您3年内不许再用医术，否则强行请你回总部。我知道了，回去告诉这几个老不死的，没事少管我，有的时间赶紧去闭关修炼，集团好着呢。遵命。等等，把这个给几个老不死的带回去。殿下，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小爷的屁增加威力，这几个老不死的不因为我的屁大打出手就不错了。赶紧拿走。遵命。还请殿下莫用医术。九三，你要是有什么办法帮我救救大伯吧。先走。九三，你要是有什么办法帮我救救大伯吧。先走。他们只想着你的股份，为什么你还这么善良？他们也是我的家人啊。我本不能出手，但是您说话了，那今天我就破例一次。气脉入针只在上古神书里记载过，小保安不简单呢。欢迎殿下回归分舵。调集分舵所有力量，等我吩咐。老大，区区南省司徒家用得着您亲自出手吗？窥探严总岂能是小事，我意已决。遵命。我司徒家能够风生黑起，多亏南坛市的关照。六位提携罢了，司徒家还要继续努力。一定一定，知道您的喜好，上次收集的迷你影仪您还满意吧？百世严家之女，果真妙极。听说司徒家今天有贵客，那就一起上路吧。